好簡單啫，嗱，拍下嗰個醉鬼塊面，話佢知自己係咩來頭。如果佢仲唔 say sorry 道歉，就話佢聽揸架黑鷹戰機炸鬼咗佢屋企，掉低張卡片俾佢。嗱，我相信幾醉都好，佢一睇到 West Point Graduate 西點軍校畢業生咧，殺曬冧㗎啦！切，你咪即係真係拍戲咁咯，你都唔知道當時幾咁情急。計我話咧，喺呢個咩咩呢個係呢個咩 check 或者嗰個名，我衝動夾幼稚。有靚女喺身邊上想找人撩交打做場戲給你看看，等你知道她有多 man 就真。你憑什麼說她幼稚？怎會不幼稚啊？讀軍校都竟然投票給奧巴馬，就好像你明明是女人，但竟然投票給那些口口聲聲說凡女人都是雞的鄉議局大佬一樣，那你說多荒謬啊。她說在西點軍校跟中西部白人打交，作大而已，未死過就真的。她是說不埋就當然是動手的啦，你估好似你呢啲淨係识揸筆唔识揸拳头嘅咩？对唔住话姐，我唔使识揸拳头嘛。嗱，你本身係亚裔，入到去读西点军校就好似入咗美国 FBI 嗰啲地方做啦。我话你听啦，你都去美国读过书，你冇理由唔知㗎。喺嗰啲系统里面啊，哇，做啲有色人种，个心一定要呢係白人过白人。如果唔系呢，一定冇定期。你睇下美国前国务卿 Condoleezza Rice。阿莱斯就知啦，打伊拉克啊，哇！佢拍台拍凳开会嗰阵时啊，仲话要带头揸枪上阵咁滞，仲狼过布殊噶。嗯，系咩？听你讲又好似有啲道理喎。梗系啦。哎呀，我唔理呢啲政治嘅衰嘢噶，我唔理佢系咪幼稚，我净系知佢系我见过身材最正嘅一个男仔。啊俾个头盔我放翻好先啦！咁快就入到嚟石澳嘅，真系巧啦 ！Halloween 之前打风唔成嗰个礼拜，我就车咗弹钢琴嘅 Phoenix 去南湾，点知咁快又有一个吴彦祖车我嚟石澳，唔通香港浪漫嘅地方真系好似正嘅男人咁，选择永远都系咁有限？拖住我。我带你慢慢行去沙滩嗰边。点解你咁好打嘅？我未翻嚟香港之前啊，入过 Marine Corporation， 即系美国嘅海军陆战队，当过兵，喺 Paris Island 受过咗三个月嘅训练。嗰度啊有功夫学噶，我仲学埋咏春添，叶问嗰只咧。你冇事啊嘛？点解你仲咁惊咁嘅？头先见到你同人打交，我而家个心仲卜卜跳啊！鬼咁担心你有事，好衰噶你！以后唔准你咁冲动，唔准你咁样吓人啊！我都唔系成日咁花轮噶，不过见到嗰个咁嘅醉鬼，好似仲当香港系 colony 咁，即系殖咩话？殖民地。系啊，殖民地啊！咁我就火都嚟埋啊！唉，好啦，望下个天啦，你睇今晚啲星星几靓，好似睇紧 Star Trek 咁啊！又系嘅，我都去过美国，啲鬼仔咧，你唔俾啲实力佢咧，佢实虾我哋中国人唔识嘢，要同佢打过，佢先至识得尊重你噶。喂 ，K Check， 有张沙滩席，好似几新几干净咁。不如我哋坐低啊！好啊，喂 Michelle， 你细个有冇睇过 Star Trek 啊？我之前系个 Trekkie 嚟噶，即系超级 Star Trek 迷啊！嗰套电视剧《星空奇遇记》，我记得我细个睇电视冇播过呢套剧噶，香港冇得睇，我谂净系美国人先中意睇呢啲科幻嘢啦。好中意入面个角色叫 Spock 噶。呢、这个我识，闪扑啊嘛，尖耳噶嘛。系啊，佢系外星人加地球人嘅 mix，
佢家乡星球啲人可以控制情感，所以佢份人好硬净。不过佢有半个地球人嘅血统，所以有时都会控制唔到情感噶。如果我系阿 Spock 就好啊，起码控制情感会叻啲先啦。你梗系成日都好容易中意人嗰种啦。有一次有个外星人利用化学武器制造 black hole， 即系黑洞啊，用个黑洞嚟对付 Spock， 要将佢成架飞船吸入个黑洞嗰度，永远都喺黑暗中，永远都翻唔到出嚟。有时我觉得结咗婚嘅男人就好似入咗黑洞咁。你暗示紧 Christina 系黑洞啊？男人结婚赌嘅就系佢嘅自由。我已经输咗啦。我而家同 Christina 一齐，我冇晒自由，同喺个黑洞入边冇咩分别。咁你知唔知道女人结婚赌嘅又系咩啊 ？K-check。是一生的幸福啊。你做什么全身在这里震的 Michelle？ 我还没惊完啊。你有没有定心丸啊？我有个方法可以帮你定心，你照我指示做就得的。首先闭起双眼，深呼吸这样吸一口气，然后慢慢这样呼出来。跟住呢，跟住做咩啊？锡你咯。我系问你做咩突然间停啊？仔喺黑暗之中将我揽到唞唔到气，佢对手臂好结实，皮肤绷得好紧，又用大髀顶住我，贴近佢嘅心口，好似有一股暖流涌上嚟。我只系觉得成个身软晒，成个人好似就嚟融咗咁。佢一路咁锡我，好似要将我吞咗落肚咁狼，简直系天昏地暗。佢跟住就锡我耳仔，又锡我条颈，但系就系好轻、好温柔咁，一路用佢啲须根吉我，好衰咁挑逗我。我成个人挨喺佢嘅手臂度，俾佢吉得我好痕，但系又喐唔到。我真系冇晒佢扶。佢锡完颈，跟住锡嘴，跟住。就一路贴到我的心口，又好粗暴地拉开我的衫领，我唯有心甘情愿地任他摆布。这个衰仔鬼叫他这么 sexy 咩？记唔记得上到公共小巴要做一样好重要嘅嘢啊？系咩啊，妈咪？你留意一下司机叔叔啊！哦，扣安全带。冇错啦，为咗乘客嘅安全，如果公共小巴上装咗安全带，乘客就要佩戴。如果冇佩戴嘅话，乘客嘅最高刑罚系罚款5000蚊，同埋入狱3个月噶。小巴设置安全带，乘客上车需佩戴。陶杰爱上紫夜长之才女 Michelle Cole。 自从同陶杰谈完又问过他的意见之后，我怕我会爱上 K-check， 所以我逼自己一个礼拜都不听他电话。我变了 Star Trek 里面那个 Spock， 成功控制感情，但是只是维持了一个礼拜，我就忍不住，终于发生了。在他老婆 Christina 出 trip 去新加坡那个周末， K-check 竟然狼到带我回到他屋企。他们夫妇住在罗便神道加兆台3楼，
那裡有很多外籍人士是在香港打工租住單位的。我入到 K-Check 同佢老婆嘅睡房，见到佢哋冇耐之前嘅订婚合照，一对逼人，好似好登对、哦。K-Check 身为华裔，一定系以娶到个鬼妹为荣，喺张相里面表现得好烟韧。我见到有啲唔开心，系呷醋？又唔系，而系觉得一个咁靓咁正嘅 Chinese 男人，点解会沦陷俾一个鬼妹啊？唔系鬼婆啊！喺嗰一刻，我终于明白点解啲保钓人士会咁坚持夺回钓鱼台。